同学，你好吗？伟森，醒醒啊，伟森！年轻人怎么这么懒？喂喂喂，不要再装睡了！来，跟我走。哎，你哪位啊？啊，我是。这什么鬼造型啊？哎，英雄。马英雄，走开啊！哎，马英雄，你干嘛不理人啊？你是活不耐烦是不是？简单来说呢，你已经死了，所以才会看到我。你好，我叫白长长，我是你的引路人，在接下来的旅程当中，会由我来为您服务。哎，跟我走！放开我了！哎，你就干脆一点嘛，把这个死亡证明书签了。哎，如果你不签的话，有可能变孤魂野鬼哦。哎，对了，人家不是都说有钱人使鬼推磨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人家超有钱的，不如你就开个价，我会去跟我爸妈要，你就放我回去嘛。你怎么还不死心啊？我说过了，如果我放过你的话，不止你会下十八层地狱，连我也脱不了干系。还有是神使，不是鬼。我叫白长长，不叫哎。我真的回不去了吗？那我跟我心爱的英雄要怎么办呢？自己的人生要自己负责。我说你这个孩子啊，也是命苦。天煞孤星，命格贫病交加。哎，你这人受什么事情啊？不然你上网去查一下，蓝海集团蓝志胜就是我老爸。啊，还是你这古代鬼，连 Google 大神是谁都不知道啊？说谎不打草稿，你古思任明明就姓古啊，你爸爸怎么会姓蓝？你刚刚说你爸爸叫蓝志胜，那你呢？蓝希啊。你不是说可以帮我复活吗？身体都没了，复活个屁啊！你刚被烧完，应该很热吧？不用客气。
英雄，真的，真的很对不起你。为了我这样没有用的人，害你没见到你女朋友最后一面。对不起。那个没有气场的人，该不会阳寿已尽了吧？哎，该不会他应该是来报道的那个人吧？不是。是。等你报到，反正你不是很想复活吗？先借用他的身体先哦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做这什么怪梦啊？竟然梦到自己死掉，还看见什么白长长。这妈，这一切都不是梦，我真的困在古斯让的身体里了。还是不要好了，我不敢摸。冷静，蛮西冷静。其实换个角度想，我在古斯人的身体里，这不就表示我复活了？我想复活，就是为了想要回到英雄身边啊。那我现在是古斯人，古斯人又是个男的，那我说怎么跟英雄在一起啦？白长城，你在哪里？我现在身体变成男的，你要我怎么办？你给我滚出来！你嘛帮帮忙，我是神仙呢，给你随口随到，面子往哪摆啊？哎、欸，你给我讲清楚，我现在变成这样，我要怎么回到英雄身边？好啦，现在出险招了。险招？哎呦，你有办法干嘛不早讲啊？卖什么关子嘛？碰死我！说什么？派友，派友，两个我说。好，那我跟你说了。为了要弥补呢，我弄错你肉身的失误啊！再看你那么想要回英雄身边的样子，我想啊，这就是人世间的真爱。我白长长啊，也不是那么不通人情的人，所以呢，讲重点。好，讲重点是不是？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人死后有7天的缓冲期，而在这段时间里面，你能让英雄爱上你。并且吻你的话，他的阳气泼到你身上，让鬼差找不到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继续活下去了。啊，这也太扯了吧！可是我连胸部都没有嘞。我知道很扯，但是借尸还魂是天地不容的大事，你绝对不可以跟别人讲。可是我现在身体是男的，因为他怎么可能会爱上我呢？哦，离开这班吧。头七追爱游戏，计时开始。
这小子看来身体恢复得还不错嘛。熊宝贝早安。熊宝贝早安。啊？什么？森同学，你可不要一早就拿你的宝剑攻击我嘛！起床了。再五分钟。我让你住我家已经够好了，你现在这样太过分了。两个大人抱在一起，多难看。什么啊？你手下面好像怪怪的，好不舒服。医生，这是什么？你帮我弄一下。好险我不敢碰。我是真的，你真的傻是不是？一定要拿着你。我才不是男。天哪，刚刚真的超丢脸的。应该没有被英雄看出来我是奶昔吧？我怎么会答应白长长的白痴游戏规则？现在这样的脸，这样的身体，要怎么让他爱上我啊？英雄是直到不行的直男，怎么可能爱上男的我啦？现在竟然还要我亲手把自己的男朋友给掰弯！天哪，我会不会太悲惨了？我不想一辈子都困在这个水盲的身体里面啊！怎么办？帅成这样，整个帅到我都大排软了。不对，我已经没有软可排了。该怎么让英雄爱上我？还是先从当男人的哥们开始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吧。喂，今天老师会点名啊，再不快你就来不及了。哦，好，哎，我先去学校喽。哎，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房间拿我背包。哎，万英雄，你看，我今天穿的衣服超级好看的，你昨天穿的。哎，英雄，英雄，看啊，他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没事啊。Oh my god！ 你是被打鼾了是不是啊？奇怪哎。你一个人住吗？哈？我问你是不是一个人住？我看你这个孩子啊，天煞孤星命格，贫病交加，从小啊就克死自己的父母，早死啊也是早超生。我爸爸那天你受伤晕倒之后，
学校说联系不到你任何的亲人，加上你现在身体状况那么差，我担心那群恶霸可能会来找上你。不然这样子好了，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，这阵子就跟我住吧。Yes， 没想到一切都这么顺利，就可以留在英雄身边了。这样方便吗？傻瓜，以后都是自己人了。走。哎，我警告你哦，不要这样说，不要对我毛手毛脚的哦。当个男人这么累，哎，琴琴啊，你的面膜真好用，薄透水润又服帖，病毛也不会滴下来，真舒服，不要浪费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什么？你刚刚叫我琴琴？以前就有男生会这样叫我耶。惨了，竟然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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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遇见你，你是我大大的大大的幸福，百分百是你。好想拍微电影，长镜头锁定你快乐的表情。现在终于相信，相信爱上你本来就没有什么逻辑。最后会在一起，才明白爱情发生什么事情。